如果有一天我想要环游世界了，我们可以戴上耳机去喜马拉雅run一圈吗？陈三岁，奈奈，你对维嘉队的队员很不友好。刚才最小的是十二岁啊，十二岁是韩雪的，我们看一下。八岁，天哪！我是陈八岁，陈八岁了，八岁赢了，好，冠英，你给我说出一个六岁来，好吧？好，努力。要不我这边老是输。大姐瞪我。娜娜，你这块失去我了。维嘉队已经积了三分了。积分队不是输的到我们这边。不是，赢的队将赢得我。OK 的，你今天受伤了，也不是说。